迎收看今天的高雄亮起来，我是婉珍。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从民国86年开馆至今，已经将近快20个年头了。由于时代呢不断的在演进哦，让博物馆呢不能够再像传统的形式一样，只是做单向的教育，而在内容上呢要做不断的创新。而科工馆呢近年来也不断的在引进新的展览，也要拉近跟民众的距离。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就邀请到了我们科工馆的馆长陈迅强陈馆长来跟我们大家聊聊，欢迎馆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科工馆馆长陈迅强。好，欢迎馆长。那我们请馆长跟我们分享一下，科工馆对于民众高雄的市民来讲，是不是它的地位呢非常的重要呢？我想现代人的生活哦，它需要不断的成长，科技一日千里哦，所以科技的知识对于民众来讲是越来越重要，这我想我们都可以体悟到。那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借由这一个平台呢，创造我们民众可以来体验科学、学习科学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非常努力地运用各种的方式来创造这个机会，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来参与。好，谢谢馆长。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科工馆近年来在致力于推动我们的科普教育，那大家常常听到科普教育，是不是请馆长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科普教育呢？科普教育简单来讲就是科学普及的教育。那这样讲也许大家还是不了解哦。我们讲科学呢，有专家他们在谈的科学，他们在研究，可是专家研究的这个科学呢，我们一般老百姓不懂，所以怎么样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式来学习科学的知识，这就是科普教育，让科学才能够普及。所以我们说要把专家所研究的结果或者科学领域的各种艰深的这些领域，我们用浅显易懂、老少咸宜的方式让我们民众呢了解，这就是科普教育。那是不是请馆长再给我们举例一下，就是在科工馆对于针对科普教育的话，往年在这方面有做了哪一些努力呢？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多元多样的学习的机会，所以科工馆近年来呢引进了非常多样的特展，那同时我们常设展示厅也不断的在调整在更新，让我们的民众呢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领悟到科学无所不在哦。所以我提出来说，我们要科技生活化，生活科技化，无非呢就是希望把这些科学科技的知识跟民众的生活去做连结，那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来学习。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最近最夯的高空立体溜滑梯，溜滑梯我们幼稚园小学我们就有那种生活的经验，可是就是好玩好，其实它里头有很多科学的元素，那我们利用你来体验的时候呢，告诉你它有一个自由落体，有一个地心引力，那下去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摩擦力哦，所以我们为了让民众呢能够顺利的下去，而不是卡在这个中间，所以会有一个布哦，麻布，那个主要就是在控制摩擦的系数，那下去以后呢会有一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什么离心力，那会回来就是向心力。应用参与体验的时候呢，把这些艰深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去领悟到，哦，这背后有很多科学的道理，那我们应用了这些科学的道理呢，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啊，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啊等等，这是我们在经营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的一些基本的思维，无非就是让科工馆觉得非常可以来亲近，它是非常友善的，是很有趣的，是老少咸宜的一个社交的场域。那我知道说我们在科工馆我们有一个科普图书馆了，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图书馆，是不是跟馆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一直坚信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开启我们人类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概念，所以我们如果到处游历，
人家说见多识广，自然而然呢，我们的知识各方面就会增加很多。是，但是呢，图书是人家智慧的结晶，是，当他把它写出来了以后，成为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那这些呢是我们啊前人的精华。嗯，所以在科公馆呢，我就给他设立科普图书馆，用意就是希望去落实我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看展览不就像行万里路吗？是。那如果有机会再到南馆的科普图书馆去看专题的这些书，那就是读万卷书。这两个结合起来，我相信呢，对于科学知识的一个学习成长呢，一定是加速的。那我想要听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科普图书馆这些的书籍啊，真的是民众很容易去阅读的吗？不会是那种比较艰深的科学知识吗？这个问得真好哦。我们所以叫科普图书，就是这些图书我们有过滤过，是哦，所以就是一般人专门为我们民众所写的科普的图书，是，也就是说科学家如果你在写他的专著，那个是学者专家研究生去读的，是，那我们南馆的这些就是一般的民众就可以来阅读。是，当然如果说他是科普图书，结果我们去读了觉得他太艰深了，反映给我啊，我们会跟这个作者反映说以后你的改版要再调整一下，这样是好。那如果说对科学知识有兴趣的民众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科公馆的南馆去科普图书馆里面呢去吸收去寻找这些科学知识来做一个收看呢、啊。好，那我想要请问那个馆长，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其实近年来因为民众时代的在转变啊，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形式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只是做一些单向的教育啊，告诉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知道说全世界的博物馆今年都在改变，然后它有发展出三大趋势哦，是不是请那个我们的馆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基本上哦，我们希望博物馆能够带给我们幸福的一个感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到博物馆呢，希望能够满足我们去博物馆的一种需要，所以是一种满足。第三个呢，就是到博物馆呢，我们希望自己能融到里面去，所以就是要参与，是，大概是这三个面向。所以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呢，我们就是把握了这些方向哦，努力的去创造，让民众到科公馆来，经过体验以后呢，经过参与以后呢，觉得哎呀，好棒哦，我今天没有白来了。我来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哇，好友善哦，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哦，这是我们希望呢，科公馆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大的价值哦，所以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不断精进努力来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的地方。好，那刚刚馆长有跟我们提到，就是说现在三大的趋势方向就是幸福、满足跟参与哦。那其实科公馆近年来也在朝这三个方向去前进哦。那是不是请馆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了符合这样的三个趋势，我们科公馆最近有做了哪些展览的一些引进啊跟创新呢？像现在那个蛋黄哥的这个展哦，现代人哦生活非常的忙碌。压力也很大，所以怎么样让自己放松，这一个蛋黄哥这个展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思维在里面。所以你进去以后呢，整个的颜色色调哦，就更让你看得好舒服，自然而然你觉得哎呀好棒哦，那种幸福的感觉会跑出来。是，同时呢，它整个的服务整个的动线其实也符合我们的需要另外呢就是它设计很多的情境，尤其有一些在地的元素哦，让你呢可以参与跟这一个展览合为一体。所以这个展呢，我觉得跟我提出来的这三个方向哦是可以吻合的哦。同时我们像农业新科技的这个台湾农业的故事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所以各位听众在这里听我这样讲哦，也许没办法领悟啦，
我建议哦，你就去走一趟，去体验一下，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嗯、那刚刚馆长提到，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展示厅，就是农业的故事馆哦。那这个部分，待会我们也请就是馆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个馆，它到底呢为什么我们会有创立这个展示厅？好，那我们要想，就是我们知道说科工馆其实在我们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为了呢要让其实民众去到科工馆都会有一个困扰，包括我自己啦，去到那边去到科工馆，我们要吃什么？那其实科工馆也知道，也听到我们的心声了。它特别呢就是就规划了一个科工美食地图哦。那其实可以馆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创新的想法？那对针对我们地图里面的一些商家，我们有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OK， 谢谢哦。每天我们都要吃哦，参观博物馆，因为博物馆太吸引人了，可是时间到肚子还是会饿啊。那这个部分博物馆啊，义不容辞的应该来满足我们民众的需要。或者我刚刚提到的说满足民众的需求这一点呢就没有做好嘛，但是科工馆本身它的现有的空间所提供出来的来满足吃的这一块呢确实有所不足，空间没有那么大哦，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怎么样的来方便道馆的民众解决吃的问题，基本的思维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一个高雄市的卫生局，还有这一个邻近地区的里长，大家一起来合作，由里长他们推荐。当然这些商家呢，基本上就是有立案，同时呢卫生局也来做卫生自主的管理。那有时候里长他的推荐里头没有推荐到的这个部分，我的同仁呢也都个别的去拜访，去跟他们谈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要确保民众健康，也就是卫生方面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最主要的就是来做一个更好的为民服务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服务无止境啊，当我们发现到用餐不便，尤其来客数很多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嘛。所以这个科工美食地图这一件事情呢，我自己也很开心哈在这方面可以来帮忙道馆的民众提供一个更友善的参观的一个服务。那我想请问馆长，就是民众要怎么去看到这个美食地图呢？是在网站上吗？还是下载类似的一些软体？ Okay， 这个部分呢，我们有书面的一个资料，同时还有一个 APP 可以去下载哈到科工馆的网站上面都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到。那如果还一下子摸不着头绪，就到服务台问我们的工作伙伴，我想我们都会来协助让他方便使用。好，谢谢馆长介绍。所以民众呢，如果到以后到科工馆，就不用担心说要吃什么会肚子饿了。就是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科工美食地图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其实我看过了，它店家非常的多样啦，有西式的，有中式的啦，有面啊，有饭啊，其实都可以供民众做选择。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博物馆它成立有就是希望说让所有的民众都可以来到这里，因为它这里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科学知识。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社会上的一些贫富差距的关系，让有一些小朋友比较不容易去接近这一些博物馆的资源。那我们知道说科工馆其实在几年前有一个这样子叫做科工平安灯的活动，这部分是不是请科长馆长来跟我们的介绍一下？我一直认为呢人在教育的机会上政府应该提供所谓教育机会均等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人没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不可否认的贫富差距是存在的。是。那我们怎么样为这些既有潜力的这些经济弱势的孩子呢，提供一个科学教育的机会给他们呢？我个人认为这是科工馆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可是呢，限于每年国家财政上没办法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服务，所以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专案叫做科工平安灯点灯传爱。那么这一个案子呢，是借由科技扶弱，那么希望能够从社会上关心的个人或团体认同这样的理念，来赞助一些经费，可以帮这些孩子解决道馆交通的问题、用餐的问题、饮水的问题，以及道馆以后我们提供他各种科教的服务，包括动手做所需要的材料的这些必要的开支。这样做下来呢，我觉得它特别具有意义哦，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平台，对于企业家们，他们专心去赚钱为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但是他们也有那个心要来做社会公益的服务，可是能够把机会来交给科工馆，我们分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合，所以企业家也非常的开心哦。所以三年今年进入第四年哦，我们统计前三年呢，一共服务了15000多位的孩子哦。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希望科工馆的团队能够持续的来努力，点点滴滴累积他的一个绩效。因为这些孩子来呢，我们不是只有就是说就让他们到处去看，不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告诉孩子为什么他们今天能来，人穷志不穷，一定要好好的努力，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如果未来他们努力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要记得今天他们的这一件事情是因为有很多人创业有成来协助他们，希望他们未来能够这样做。同时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教导孩子节能减碳的事情哦。所以中午的用餐我们就是用蔬食哦，让他了解到气候变迁、地球暖化这个意义哦。所以这一件事情里面呢，它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企业家或个人他们要来做公益，交给科工馆来做，我们合作好。第二个，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第三个让他了解到地球暖化、气候变迁是人人的责任。那我想要请问馆长，就是说如果有心想要加入就是科工平安灯这样子的活动的话，民众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这个部分当然找我是 OK 哦，那电话打到我们总机，我们总机一定可以做一个最好的安排。是，同时我们也可以上网哦，科工馆的网站上面也有这些资讯。同时这些赞助的款项呢，我们几月几号哪个单位来，花了多少钱，有多少人，上面我们一清二楚，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账目一切公开化。当执行到一个段落以后，我们把所有的账目当然这中间透过我们的政风、我们的主计把关，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就是通通制作一个完整的资料给这些赞助者，让他们完全的一个放心跟信赖。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呢愿意一起来协助这些经济弱势的孩子，那我想呢就是跟我们来联络。是，谢谢。好，如果说你有心要想要帮助这些经济比较弱势的孩子的话，可以透过科工馆来帮助更多的小孩哦。好，那我想其实科工馆刚刚有提到，其实已经成立快20年了，那有一些展示厅其实已经从早期非常早期已经沿用到现在，那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呢，还有一些陈设的一些方式，其实让现在民众有点不符合现在民众期待，然后科工馆也希望致力于去把它做更新哦。那可不可以请就是馆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近期呢有陆续在更新哪些展厅呢？哇，这个您这个观察非常的仔细哦。科工馆成立快要近到20年，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共有18个常设展示厅哦，如果一年换一个刚好换完了哦。但是呢
政府的经费也是非常的有限哦，所以我们采取就是部分更新，是，然后适当的时期就是全部更新这样的一个策略。那这个策略一方面可以节省经费，一方面可以让民众来了还想再来，因为有不断的更新哦。那近期里头，最近几年更新的，比如说像莫拉克风灾重建展示馆，比如说防疫战斗营，哦，比如说艺伎之长，哦，比如说这一个烹调的科学，哦，那台湾工业史迹馆，这个部分也都是更新过，哦。那目前呢，我们在今年的11月13号要正式对外的一个全新的就是健康探索厅，是这些议题呢，我想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人人都有密切的相关哦。那刚刚提到的台湾农业的故事哦，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常设展示厅。那当然除了常设展示厅以外，我们希望创造更大的吸引力，让民众呢更喜欢来哦。所以每年呢都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的特展哦。好，那我们知道说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展示厅，其实有一个交通梦想馆也是之前的一个馆一个展示馆，然后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这个但是这个展示厅听说非常的夯哦，大家都很想要去听，是不是请那个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交通梦想馆是去年对外开始来营运哦。那这个展厅一开放以后啊，哇，每天都是爆满的哈啊！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应用很多资讯科技的手法，让我们民众呢可以有好多个体验的设施，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开火车啦，比如说呢你自己可以驾牛车啊，用手这样摆哦啊，你就可以好像在牛车上面哈啊，你也可以这个开船、开飞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看到的生活经验，可是我们没有机会开飞机吧齁，哦，还有呢开阿里山的小火车哦，这是说我们小的时候有的经验，可是呢这个厅呢就是让你哦可以在里头去亲自体验。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它叫做一个幸福车站哦确实这个进去呢感觉真的是很棒哦。所以我们结合了异业结盟哈，跨域合作，我们用一卡通，好，一卡通，拿着一卡通呢，你这个每一个体验设施刷一下啊就可以。同时，我们也应用这个心理学上的增强的一个原则哈，所以每一个关过了以后，你会累积了一些基点，最后你还可以换机票哦啊，这个机票里程的长短呢，你就可以到这个美国啊，到欧洲啊，或者到台北啊，或者到 anyway 啊，就是让你觉得好玩、生动、有趣。同时，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你的体验过程里面，你对于资讯科技这一件事情呢，你一定会有一些新的领悟。在现在的生活里面资讯科技人人都要了解，因为你逃离不了资讯科技。是，好，那刚刚就是馆长有提到，就是我们一个大概上个月前几个才成立了一个台湾农业的故事哦。这个部分呢，这个展示厅是新的，是不是请馆长跟大家介绍这样子的一个展示厅大概有什么样内容呢？台湾农业的故事我们所以会要做呢，一方面是因为台湾的农业科技在全世界是非常棒的。我们如果出差或者是到国外去旅游，我个人呢最不习惯的就是没有好的水果可以吃了。所以台湾在这一个农业生物科技方面我觉得是这么棒，政府也确实花了很多的精力，很棒的研究团队在那里研究，有很好的成果。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科工馆让社会大众知道台湾这么棒呢？所以我们目的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发现到很多感人的故事比如说这一个你要对那个农产品那个稻子怎么样去找出最棒最适合的台湾，还有又好吃又大粒的这些故事看展览呢，就好像在这一个欣赏很多的故事。另外一个呢，现在世界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粮食危机。气候变迁以后啊，很多农作物在大自然的环境下它的生长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展厅里头呢，我们也用了一个植物工坊哦，嗯、就是运用这个台湾很棒的 LED 的这种科技，来培养我们的一个蔬菜。是、哦、我们以前念书都知道说，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空气、水跟土地嘛，泥土哈、哦。其实最重要的是水分。是。哦、那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说没有太阳呢，植物就生长不好。可是这个展厅告诉我们了，没有太阳呢，植物照样生长。原因是我们的台湾的 LED 的业者呢，已经把太阳的植物所需要的光谱分析得一清二楚，同时呢把它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人造太阳。因此我开玩笑说啊，这些植物虽然很聪明哦，可是它还是被我们骗了。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的学子，我们的孩子呢，要让他去增广见闻，就是要让他来参与来体验、嗯、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他见多就识广、嗯、未来的发展潜力呢就更加无穷、嗯、好，我们谢谢馆长哦，今天分享那么多，不管科工馆的在展示厅的创新也好啦，或是在与社区连结，甚至在公益活动方面跟我们做了那么多分享。那以上是今天的高雄亮起来，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